接下来就是彩带抛下的这一刻了。也非常恭喜富邦勇士啊，在2022-2023赛季呢，完成了他们在 Plus League 开季以来的3连霸。好，现场的气氛还是相当的嗨啊！今年的冠军果实，赢得非常的艰辛，也非常的甜美，尤其是在所有主场爆满的球迷面前，能够拿下这个冠军，让球迷期待的蓝色彩带终于能够抛下。